B 这个这一题啦，这一题其实还蛮简单，不是土法炼钢哦，所以这个把它 delete 掉。好，然后第一个的话，游标先放在 C3，插入一个函数，然后找到文字类里面的 REPT 哈，所以以后那个 SOP 都固定，插入那个找到 REPT 嘛哈，然后按确定。他问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字在哪里？我文在这里，OK，给他嘛，所以星号就过来了啊，它是一个文字。那要几次呢？那就根据这个的销售量怎么样，除以100就好了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1.58，结果在右边嘛，哈。那1.58不是1.58颗星哦，因为星号并不会有0.58的这个星，所以它只会取到整数了，哈。当然啦，其实你说老师在这按确定是不是一颗星，没错了，哈。可是如果你要精准一点，应该是在外面，哈，把它变成只取整数啦，所以怎么样只取整数啊？在 Excel 里面有一个函数叫 int 啦，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外面包一个 int 前括弧，然后后括弧补在位最后面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本来是1.58，对不对？哈，右边就变成一了，有没有？int 这个函数白话意思说取整数部分，就是不要小数点。哎，不过啦，跟各位讲，以这一题来看哦，不影响，因为有跟没有结果一样哦，所以如果你要偷懒的话啦，不加也没关系哈。这个按确定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做什么？向下填满。哎，奇怪，向下填满怎么不对哈？原因何在呢？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公式的 C1 指的是这个星号，对不对哈？可是你可以看一下一个，哎，它变 C2 哎，这变 C3 了，为什么呢？其实你只要用到向下填满这个功能，它有个规则。就是呢，只要你向下填满的话，它的这个数字有没有 C1 的一哈，它就会自动加一，也就是说自动加一列，这个固定规则。但是呢，如果假设你说老师不对啊，可是我不要让它 C1 变 C2，C2 变 C3 的话，我要固定，那有什么方法？很简单，记得，请你在一的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。哦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如果你没加哈，它就会自动加一。可是如果你加了钱的符号之后的话呢，那它永远都固定在 C1 了。OK，应该可以理解吧？打勾一下哦，这样就答案的啦。向下填满，固定有没有 C1 嘛哈？所以下一个还是 C1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锁在一列的这个位置哦。所以有没有加钱的符号？这个是非常重要哦，OK，之后还会用到很多哦，有锁跟没锁，这个结果不同哈、哦。那 left 的话应该比较简单，这个 left 前面四个字这个应该就简单的啦，这个我就不做，你们自己做啊。啊，称呼这个比较复杂，它先取姓好了，插入文字的部分，那用 left 好了。哎，那如果要取它的这个名字里面的姓的话，那其实就是先选它的名字，跟它讲说我要一个字。按确定，它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可是这个时候只有姓嘛，对哈？那我要怎么样刚好可以得到先生或者小姐？这时候的话特别注意哦，你就需要怎么样在后面串一个 and，哦，串接先生嘛，哦，and。那后面呢，你不能直接就给先生，如果先生全部都先生，那所以可能是先生，也可能是小姐。所以，如果有两种以上的判断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请各位注意一下啊。这个之后呢，请你再插入下一个函数。不过啦，哈，在 Excel 如果你要插入第二个函数啊，记得哦，不要再从这边，这个是第一次。如果你第二次以后的话呢，请你从这边加，哦，所以是二从这边。那你点下去之后呢，请你再找到 if 哦，有没有？这边有 if 嘛，哈，或者其他 if，然后你按一下。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 if 呢放到这边来了，哦，啊，逻辑给它，哎，如果性别里面性别跟他讲，哎，这个储存格填一下 B10 里面哦，如果是什么的话，就等于是男生的话，哦，前双引号加一个男，啊，记得哦，如果文字一定要前后加双引号，这个是固定规则哦，OK，好，然后双引号，好。如果呢，这个储存格里面呢，假如是男的话，那我就输出什么？输出是先生哦，反之就小姐。那你就底下就打先生哦，跟小姐。
记得前后要加双引号就好了。哦，小写。但是啊，我是觉得我没打对不对哈？if 这个函数蛮贴心的，它会自己帮你加啊。所以有时候啦，我有时候偷懒就你帮我加，但是有一些函数不会帮你加，所以你要知道哪一些会就不用。但是如果不会加，那你一定要记得哦。如果你没加就错了哦。前后双引号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文字哦，有加就文字，没加的话呢，那它把它当数字哦。哦，这可能要特别小心哦。啊，按确定，这个公式就完成了。好，来把它向下填满，应该都对吧？哈，OK，啊，公式就这个，这个可能自己再试一下。啊，这个公式云端白板上有哦，所以如果你假设这个不会，请找一下云端白板哦。OK，哦，啊，最好是除了会之外要熟练哦，最好能够闭着眼睛都会哇。那以后你做。这个处理资料就是简单的，OK，每天真的就闲闲没事的，所以有些职场上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轻松惬意？看他好像都在打混摸鱼，奇怪的事情就总是都做得完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OK，因为真的他就会嘛，会的人就很简单，真的不会的人，我是觉得很累，每天都很忙忙忙，哇，你好，他这样很忙嘞，他也没有打混摸鱼，但是永远事情做不完，哦。那现在企业很多都是会采那个什么 KPI，你的贡献指数，所以啊，有的人其实为什么很快就离开职场，真的就是因为他技能跟专业不够了。我觉得，哎呀，他会事情做太慢了，本来应该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你就是不会，哦，你就是很没效率，哦。好，那 right 的话，这个我想自己玩玩看啊，right 就右边算过来哦，那这个自己再试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取左边取右边。那比较难的应该是这个 LEN，LEN 算什么？上面这个算几个字嘛？这个比较简单，算这个身份证号里面字数啦。当然理论上应该是要10个字才对，可是其中好像有几个人的身份证号是错误的。为什么知道错误呢？他总不可能用眼睛慢慢算吧？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哦，就是你帮我算算看，这个身份证号是不是10个字？如果是10个字的话呢，才是对的。可是，如果算完之后呢，得到是11个字的话，那显然身份证字号有误。那有误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错误去修正一下吧。OK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比较难的应该是这个，这什么呢？性别，帮我取一下，有没有？性别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多少？这应该是一嘛？一是男嘛？二的话是女，这边也是二嘛？这个是女，应该知道那个身份证号的规则吧？你们的身份证号的第二码哦。就是性别，哦，OK，所以呢，以这一题来看，那我要怎么做？哦，不过这一题的话，还是需要有2个函数才能够完成。第一个函数呢，就是先取得这个身份证字号的第二个字，把它取出来的动作。所以你可以用哪一个函数呢？因为它的字不在左边，也不是在右边，它在中间，所以。在函数里面就有一个叫 middle 的，简称 mid，就是 middle 了哦，middle 就中间嘛哈，OK，middle，mid 函数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你要从中间取资料的话，那它有3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你的文字在哪？我文字在这里，那 start number 的话呢，就是从哪个字开始？我要从第二个字，第三个问题，那你要几个字？哦，我要一个字，所以你就取有没有？身份证号给他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资料嘛，哈，这个资料给他，然后呢，他就帮你从第二个字算一下，第二个字这个，然后取几个字，取一个字嘛，得到一嘛，哦，OK。不过呢，请各位特别小心哦，有没有发现这个一哈前后呢是有什么呢？双引号的，有跟没有哦，记得哦，是不一样的哦。如果有是文字哦，没有的话是数字哦，OK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那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强调？因为很多人没有概念，哦，是不是看起来都是一吗？怎么会不一样？按确定好了，你会发现哦，向下填满好了。哦，你说老师这个一呢，它是数字还是文字？好像应该是数字吧？那跟各位讲不对，它是文字。那为什么知道？你刚刚不是有显示出来吗？它是文字哦，所以如果你假设哦，你的逻辑哦，
数字一跟文字一两个逻辑不通哦，它不一样哦。他认为 Excel 会认为说，哦，这个是不同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却会是一样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哦，第一个哦，先把这个第二个字取出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做什么？逻辑判断，怎么判断呢？接下来一样哦，把这个公式填下，不包含等号，填下。然后呢，再插入什么呢？逻辑的 if，逻辑刚刚有用过，逻辑这里，文字的下面这边，好，逻辑 if，好，然后按确定。接下来呢，请你把刚刚的公式贴到这个 logic test 这边，好，贴上。什么？对啊，它的逻辑是要比对的哈。如果这个里面的资料，身份证第二个字哈，如果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加一个等号，等号是比对的意思，比较左边跟比较右边。如果等于一的话呢，那他就是男生，所以这边打一个男。反之的话呢，就是女。好，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。但是哦，这边出现的结果会有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哎，这个一啊，怎么会是女？有没有？所以你按确定哦，再把它向下填满。哎，怪了，怎么全部都女生呢？原因何在？错在哪里？看得出来吗？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哈？公式里面哦，有一个错误，而且这个错误呢是很常错的。怎么错？如果这个一里面是一嘛哈，等于一嘛，这是男，反之就女。其实哦，特别是我刚刚特别强调，因为。这个说真的啦，很多人没有观念的，我发现，哦，很多人搞不清楚文字跟数字不一样这一件事情呢。哦，OK，因为我们眼睛看都一样，但电脑会认为不一样哦，啊，所以很简单，只要怎么样，把这个前后加上什么双引号，就 OK 了哦，有没有？记得哦，分没加哦，会错哦，OK，这很重要，因为我发现哦，太多同学错。都会错在文字跟数字哦，搞不清楚哦，它的形态不同。按确定向下填满，哎，都对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一，十岁是男；二，岁是女啊。这个是一，那岁是男。OK，好。那最后这边的话呢，在这个这底下是什么？用 mid 取中间嘛，哈，所以取开始就第一个字。四个字，所以0551嘛，哦，所以这怎么做？插入函数一样用 mid，所以插入函数改成文字，然后这边改成 mid，然后文字在这里，从第几个字？第一个字嘛，开始就一，然后一个字，四个字，所以四，看到是0551的文字，没错，按确定。哎，可是你会发现哦，哎。奇怪了，为什么得到的却不是刚刚我们看到0551呢？那么这边应该是0551嘛？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他最后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哦？跟各位讲哦，以后如果你看到公式跟你要的结果哈，哎，不一样的话，那当然有一个可能的错误啦，应该不能说错误。按滑鼠右键，出生个格式，好。如果呢，预设的状态应该是这个通用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、哦？它却变成文字。如果是文字的话呢，它就变公式了。哎，那如果要解决怎么解决？很简单哦，是吧？把它先改为通用，按确定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说，哎，老师怎么没变哦？没关系，游标再放在资料编辑列，打勾。有没有发现？它就。恢复成正确的状态了，所以呢，以后如果你看到哈，假如说你哎，奇怪，老师，我输入是为什么变公式不是结果哦？因为哈，你这边格式啊已经变成文字了，所以你如果假设啊打勾有没有？哎，上右文改回来就按右键储存格式，通用有没有？改回之后呢，再把它打个勾哦，哎就 OK 了。好，应该知道原理原则了哈。好。那这一题也许哈，请各位试试看好了。所以刚刚一下讲了好几个练习啊，这个公式，
还有这个改右键储存的格式了哈，然后 left 这个可能比较复杂吧哈，啊，这个公司云端上应该都有可以找得到，所以如果你假设你怕有些地方来不及参考，其实这边都有了哈，上面找一下。